老公，姐，我看网上都做那个大豆腐炖那个粉条子，我老馋了，能不能给我安排上啊？媳妇想吃，必须安排，马上去做。不要钱的大豆腐过来两块，再来一油不退。大豆腐啊，给它切成四方小块，水开加一勺盐，把切好的大豆腐啊，给它倒里烫一下，起锅烧油，油热呀，葱姜给它爆香。炒家常菜呀，你来点十三香特别提味儿，来点生抽呛下锅，倒点山泉水，把烫好的大豆腐呀给它倒锅里，完事啊把提前泡好的粉条给它放里，来点老抽和蚝油，来点盐鸡精调个味儿，碰上我祖传的小绿锅盖啊，炖五分钟就行。临出锅前呐，你给它来两把韭菜，再大火呀咕炖一分钟，好吃的大豆腐炖粉条的就做好了。老铁们，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做什么的话，就给老弟点个关注就走吧。媳妇儿啊，开饭了。